由于伊索卡特斯的影响，公元前四世纪，古希腊史学出现了修辞学派。该学派主要历史学家有埃弗罗斯，他们都是伊索克拉特斯的门生。埃弗罗斯生于小亚细亚的巨麦城，著有希腊史三十卷。他写的这部历史书力求打破城邦之间的界限，把雅典、斯巴达和希腊城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叙述。这种编史题材在当时还极为罕见，他的新闻及阐述都深得玻利比亚的好评，其作品都已散佚，仅存86节残篇。埃弗罗斯齐名的有特奥伯姆波斯，出生于开厄斯岛，著有希腊史12卷，腓力王传58卷。他的希腊史记载了公元前441年至公元前394年的史实。